进去吧。哎，林伯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童哥，真是巧啊！陈哥，好久不见了。对了，最近房地产怎么样啊？你是哪位啊？我跟你们一样，也是被他们抓进来的。喂，你可别把我们跟你相提并论呐！能进这房子的，个个都有几百亿的财产呐。你有吗？过了明天晚上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今天恒指又跌了3000多点，等我平了所有的期指合约，我就有几百亿了。我要是能够出去，我一定叫我的电视台谴责你。哎，你的电视台都没人看。嘿嘿，喂，给他们吃点宵夜。不要！救命！救命！不吃啊！有宵夜吃还叫救命？你们都被关傻了。哎呀，不是啊，他每顿给我们吃伟哥。我们饿了几顿了，肚子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那么毒，这几天蟑螂都没有，我们饿死了。哎呀，我就聪明了，刚才我在外面看见一条鳄鱼，我趁他不注意就把它藏起来了。是四脚蛇呀，可以吃的。哎，鳄鱼很补啊。给我，那怎么行呢？哎呦，我给你100万，你给我吃吧。是真的吗？我给1000万。哎，别吵，我给你10栋家务山庄，你给我吃，这算什么？我给你是个牛展哥单位。哎，好好，那就说定了啊！我把电视台全都给你啊！我知道你很有同情心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那倒是哈、啊。好吧，林波，那就请你了。宵夜到。今天不是吃伟哥吗？老板怕你们吃的多，吃死你们！哎呀，好吃啊！我真是好吃、啊、别看我啊，是你自己要求我的，别忘了你还欠我电视台啊。还好你说要，亏本亏死你。姐夫2天没回来了，要不要上门去救他？今晚还约了法拉利赌牌啊，如果不去要输5亿啊。哎，那份合约是你签的。现在没办法了，他一定是被人抓了，我一定要上门去救他。怎么救啊？你带你师父去赌。我去赌？哎，站好！童哥手不要遮住，放下来。好了，大家给点笑容啊！预备，谢了，大家可以穿衣服了。哎，陈哥，划拳你输给我20层浆糊山庄，你要记住啊！哎，童哥，我们摔跤你输了10层牛展哥给我，你是大人不会赖账吧？林伯，我给你拉掉动员，你又输了。是你输给我。哦，对不起，我忘记了。哎，我们会给你钱的，你用不着拍照，你是想勒索吧？是、啊、哎，你们当我是什么人呐？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相聚是缘分嘛，拍个照不过是想留个纪念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。